C150 全自动清肺磨切机，极止步一，独特设计的前缘送止技术装置，采用不停顿下稀释前缘送止方式，克服了由于温度、湿度、面离纸克数差异等等而引起的纸板取翘，使送纸更顺畅。二，侧拍挡板装置，保证了送纸时纸堆堆放的基本正确位置。纸张定位部、输送部，一，输纸传送采用大功率四副驱动，并配有独特的曲线运动轨迹，保证纸张到位精准。二，相位调节 PLC 控制精准度更高更精准。三，侧定位推规，左右两边各有一套，基准面选择余地大，确保纸张侧边进纸定位精度。四，独特的上下式前规配合标牙机构，保证翘取的纸张都能顺利传送，并保证磨切精度。主传动部，一，主传动采用涡轮涡杆副和经特殊设计的曲轴连杆机构，具有噪音低、压力大、精度高、机械寿命长的特点。涡轮、涡杆、曲轴均采用数控研磨加工。二，离合器采用大转距气动离合器，反应速度快，力矩大，便启动、急停、点动等动作准确，且不用维护，寿命长。磨切部，一，磨切板采用四爪螺母紧固式安装，保证大幅面磨切板始终平整，并配气动锁板装置，有效降低换板准备时间。二，350吨压力，无论瓦楞纸、厚板纸，同样轻松磨切，高精密度进口雕纸牙牌传动链。三，进纸口及出纸口配置电眼，纸张到位及纸幅面检测反应敏捷。模板安装中央定位系统，换板迅速简便，电子故障显示屏及速度显示。清肺部，一，上下二框快速加紧装置，且采用中央定位系统，国际标准型模具可互换兼容，换板简便。二，上框脱离采用气缸升降控制。三，前清肺功能采用中央定位系统，能够在机内一次清除摇纸边。收纸部，一，收纸起纸采用直线轴承，结构简单，收纸整齐。二，自动纸堆升降台和计数功能，准确收纸张数。三，不停机计数收纸和整舵收纸自动转换。电器电控部，一，整机采用日本 IDED 公司整体解决方案，中央高速 PLC 控制，触摸屏参数设置和实时通讯监控，稳定且方便维修。二，出现故障解决方案提示。三，主马达采用高防护等级马达和进口变频器，动力永不间断。